Bye.我们在烤鸭的最后一天，早安，睡得好吗？早安，今天睡得还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我们在那个 Hobbit area， 走到他的吃早餐的地方，大家都在。我们在这里，这里是自己只有咖啡包，就自己弄，自己放热水。Okay.不够甜，你还可以加 sugar and milk， 因为它有这种的嘞。它的桌上有免费的香蕉跟 jam and butter， 每个桌上也不一样的。这里是 strawberry。他们的早餐就是这样子：面包、鸡蛋、ham、sausage， 还有一个 salad， 还有一个汤。那个汤就是猪肉粥，然后还有咖啡，还有水，还有香蕉，然后有 butter and jam， 就这样子。好啦，就是简简单单一餐啦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他猪衣服。小孩子的窗外。好多衣服这里，大人的窗外。哦，大人的窗外，德比安窗外。Elsa， is this Elsa？ Yep， let let go。这个是 Anna， I think。Anna， yes。宝宝考的是什么公主？我们 random 公主， Indian 公主， Sleeping Beauty 啊， Indian 公主，哇，这是贵族。 Yes， 贵族。哇， baby 你很热。哇，厉害，我付个钱给你看。 Yeah， yeah。Harry Potter。热死你的妆！哦，这个它前面是头是什么？龙。龙啊！还有。那是什么？巧门的。巧门的。哦，巧门的。哦。No， 维尼的铺。哦，维尼的铺，好丑的维尼的铺，耶！这个是 Iron Man。早上的 view 全部要建那个城堡啊，这些东西全部在建筑。那是我们住的。天空蓝蓝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。蓝天白云，好心情。耶！哎，有人住这里耶，昨天住的地方，这里就是他的好比好的。住的就是这间五号。对啊。去圣托里尼看一下。那我们回去。去圣托里尼。走了，上去。是这样。对对对。圣托里尼，还有一个希腊的国旗。走了。好了 ，check out。那我们下去啦。下一个影片讲，可能将在四个小时过后。我们去 huahin 圣托里尼 park。Baby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四个小时后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在 7-Eleven 吃我们的午餐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去花心，这是 stir fry basil pork with rice。我们就买一个同款的 lace， 还有一个 coconut water， 还有我最爱的 sandwich。OK， 去去看。不错。中底做眉头，比较长。Very good。很入味。还味。这件不用试了，这每次都好吃。太正。这是普通的蕾丝。OK， 吃吧。一点都不像。它有一个甜甜的味道。它有点，可能是九层塔的粉在上面，绿绿的。好喝吗？
有点奇怪的味道。主要它是好吃的，反正就是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觉得刚才那个甜美奶奶好吃吗？以7-11的成本来讲，不错了。哇，可是那个饭好辣，不，那个鸡很辣，不，那个猪。你要讲不几次？那个猪很辣，辣到我好辣。不会看，不会看。Yeah. 那个 chips 有一个有点怪怪的味道。那个 chips 有点怪味，不像那个饭，可是也不像什么其他的东西。发去那个 railway market。要大概40分钟出发，拜！我们到了 Maeklong Railway Market， 多瑞多菜的地方，这里有铁路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好多人，大家都在等那个2:30。他们旅游警察，希望你们有个安全愉快的假期。全部的人。Bye, bye, bye. 大家都在 rail 上面，他的 train 不可以走。对。那全部都在那个 rail 上面，就走不到。超近 ，baby， 超近。在这边呢，动动车。对啊，好可怕哦！看，真的是碰得到。呜。好吧，走了。大家又回来了，全部开始搭他们的帐篷，全部又回去营业。我们到了这个叫什么 ，baby？ 到了 floating market， 我刚刚包好车，对，30块台币 ，parking fee。大概要敲我们去做一个 private 的 boat tour， 600块。我们看是1:50，如果是 share， 这边都是小摊位。这里是一个 weekend 的，拜五、拜六、礼拜而已，所以今天是礼拜天。对面还有，对啊，那边还有。面到里面去。这个就是船的地方啊，里面。走啦，我们。对，吃喝的东西。我们到了那个 Amphawa Floating Market。哇哦！还有另外一边 ，I think 那个就是那个。等本满了50个。对了，这是一个 tour boat tour， 然后他现在都在卖那些东西。哎，他这里也是有 boat tour。哎，这里也是有。那到处都有。对啊。这是另外一吊桥。就刚才我们的车就是经过这旁边这一道桥，过来这里的。哎，船出发了。
我们刚刚还了50块那个 tour， 现在我们就坐在船的中间等他们出发。这个应该是一个 private tour， 有期待吗？连大家都在穿他们的 life jacket。我们也穿了。要出发喽！好喽，拜拜。炸虾炸鱼饼是吧？这是吧？炸鱼饼。嗯。炸鱼饼啊，试试看好不好吃。还有淋一个酱。应该是泰式酸辣酱。嗯，对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我问你。啊。Good。它的酸辣酱好好吃哦，过来一点。对，我们从车的角度看。